赌什么？养乐多。养乐多。赌养乐多。全队养乐多。一人一瓶养乐多。好。先抓一个有了。拿板了，拿板了，拿板了，拿板了。不要，那个只会太故意的，那只会那个哦。第一次投资。零分。那个品浩。没有，不是你，你刚刚说你要丢嘞。可以上了，但我没丢过，是吗？哇！没对，好球！大家都鱼枪，不要管其他的好朋友。所以等一下试着把你们的速度加快，就枪就出去了。好球！有位，先是这个不是？我才没。一脚踩在上面，然后问大家有没？好球，娇娇！哎呀，可以哦。你们都没有很下毒，你都是很多教他就动手，然后再来就是你们转过来的时候踩的时候，你们换掉自己的速度先踩。哇！有发现差别在哪？你是不是越丢越有心得？还是抓感觉，感觉好多地方要调，微调，像转宽的部分，还有那个投掷出去的点要再高一点，就是这两个都要再调。但我觉得这两个调就应该会再远一点啦，但是我觉得有点困难。标枪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垒球，它可以扭你的肩膀或扭你的手肘出去，可是你在丢标枪的时候是。你一转就往前打了，你的手肘、你的手腕的方向是这样，你知道？这样带球对不对？转过去，这边一拉紧。可以吗？对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然后来吧，好，对对，来打。是这样的，手要怎样人为？难知道。因为只要对准就有关系。可以连线耶。赌什么？养乐多。赌养乐多。全队养乐多。一人一瓶养乐多。好，这是观众席吧？等一下，先抓一个有吗？拿板了，拿板了，拿板了，拿板了。不要，那个只会太故意的，那只会那个哦。等一下，有个问题，他的枪头。他昨天没去，他今天没去。第一次投掷。哇！没得，零分，哪个？那个品浩。没有，不是你，你刚刚说你要丢嘞。可以上了，但我没丢过。是吗？哇！没得，好球！是可以，就是你这个是没躲，是不是没躲？对，丢对丢太多了，大家的肩膀都没有上。他们集合一下哦，集中你了，不要集合一下。林浩集合。不要不要。好，恭喜我跟你换队。会被我们队友排挤，不可怜。我这么辛苦的做苦工，还要被排挤，这样对吗？主要是他的那个。手腕对，我刚刚本来是跟四安一队的，我们两个是一组互相帮互相拉筋，结果他现在去帮小猪拉了。刚刚你不来帮我拉，去帮小猪拉了。你是跑错地方了，对吧？小猪是小猪队混，对，心里都是老大，何况你。